今天咱们再打朝鲜啊，朝鲜2.0啊，这张图真的是知名度很高啊，都喜欢看啊。今天咱们这个德萨开局吧，德萨这个两个后勤特咱们都用过了，这个德萨没用过，咱们用德萨。这个上次去的是那个地方，是那个北方，这次咱们就随机到下面，然后再开始啊，咱们换个开局的这个地方，开始。200打不过啊！哦，这边好，就是这边，这边。哎呀，大家是为什么来看直播的呢？真的是因为我的技术吗？如果不是的话，那就怎么好看怎么来呗。哎呦，干打吗？我天！哇，独眼王的战甲，来穿上！哇，这属性扎实，可靠的同志，可靠啊，手铐的铐，可靠的同志，来大恶魔、大天使，随便来吧，咱们看一下。哎呀，这个不想要。哎，逃跑不追。要水晶披风，好东西。这个里面的那个英雄是带了100个盗贼呀、啊，他还有那个航海术。看看，嗨，狗子不要。这个图不缺钱啊，缺的是你怎么和敌方主力干一架。哎呀，我想赶紧拿点经验啊。赶紧升个中级，哎呦，气息和中级外交还是学气息吧，学气息，学气息。算了，不要中级外交了，咱们还是气息重要啊。你没个大加速怎么玩嘛？这个图是进那个异次元之门的，好像是进异次元之门。先把这魔哥买上，来了来了，这图不缺资源。先议会吧，跟着，想屁吃跟着，啊，伤亡比较惨重，没事儿，咱们集中主要力量练他自己啊。这个守卫是随机的，有的时候是骷髅兵，有的时候就大恶魔，就是很恶心。这个水灵球有什么用啊？水灵球冒用没有啊？哎呦，咱们有外交速度哇！你看这直接守个多头怪，你这纯随机，随机的太狠了。这跟着啊，这跟着可以。哎呦，神奇战甲，好像都是教的航海术，我记得是都是航海术。随机不出圣龙啊，他只能出那个七级兵。那你先看看，干扰术。哎呦，干扰术先不学了，这干扰术不是很重，其实也重要啊。这个我看一下啊，咱规划一下啊。干扰术占一个的话，土系占一个，然后剩下的两个就随便了，其实还挺宽裕啊。进攻防御再整一个智力啊，其实可以学啊，咱们学个干扰术吧。敌人都很厉害啊，有个干扰术我觉得还是有点用。据点怎么能没有干扰术呢？这句话说的对。希望敌人不要来得太快呀，我求你了啊！他站着，这要是直接出个大恶魔，不直接起飞了吗？哎呦，哎，碧潮，
咱们赶紧把那个酒馆里的放出来。哎呀，1万块钱，什么不跟你说，1万块钱。先国会吧，买这个雕哥，这个不带了，就是咱们直接去收拾他。49个有点多啊，哎，终极干扰，哎，这个你看，高级侦察进攻航海100个盗贼。他不如那个子龙给的厉害啊！那个子龙给的多好啊！哎呀，那个地马有一个子龙，这个没有。来高级航海啊，直接准备下海！我看大恶魔给我整个大恶魔下海。眼镜，给我半兽人呀！我谢谢你。哎呦，来这么快啊！我操！怎么不按剧本走呢？把他这升级啊，要经验啊！这61个钢人打不了，打不过。来，我们打小矮子来升级吧。哎呦，这他没点主力下不了海呀！我天啊！哎，那么呢，买点食人魔。哎呦，我天！哎呦，嘿咻咻！哎呀，你难民营里你出个厉害点的，咱不能直接下海了吗？我天，这都搞什么名堂？哎，逃跑不追。哎，国会。接兵，是的，这是朝鲜的第二次打了啊。现在下海其实就已经晚了，已经晚了。哇天，你有没有搞错啊？我说，有没有搞错？盗贼还是有输出的，错。大丢丢不要了，这还够不着，够不着，没事儿，来，来秒，还没秒掉，这100个盗贼也是量大管饱，还没扔死，哇，你有点出息没有？我天，有点出息没有？来，搞定。哎呀，我的外交术怎么还不进步呢？我太想进步了，咱都高级干扰了。哎，食人魔，第二周就得全部整出来啊，要不然没时间，要不然是真没时间。哎，盯着吧，看下周有什么好东西啊。咱们得赶紧打点东西，长点经验啊！咱们把这外交术得赶紧的升上级啊！现在，你看这边的这雷鸟、这大雕，你看它跟着多好，是吧？这都不舍得打，打个强哥可以。明天就揍强哥，不舍得打。哦，我天！哎，多少人？多少人？哇，得亏没下海是吧？多少人？哦，哎，不多啊！这个电脑会给他偷偷的加兵啊，很恶心的。这个电脑就是它有那个事件，专门给电脑的，给他们增加部队，所以说他们的兵多的不像话，简直就离谱。现在
哎呦，来把这独眼买上。来这样，先把他强哥干掉。能不能升级？这两个盗贼死吧。打他。好，没有伤亡。还没升级啊？我想学个外交啊，兄弟。兄弟。哎呦我天啊 ！No， 这边怎么更难呢？嗨啊啊啊啊！把他打了，赶紧走吧。怎么还不升级啊？那我先把他智慧树吃了，来终极外交，快快走，快走！哎呀，把送他脸上了，我天！逃跑，逃跑，逃跑，投降就行。哎，这时候嘛，就是灵活的道德底线，咱们把它摘了。怎么来这么快啊？这局敌人的发育的比较快啊！哇哈，九头怪直接说打就打，投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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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打个毛，我天！哇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来投降，投降，投降！你只要别顺便直接进来就行啊！来，哇，这又来一个啊！这是随便的都能拉屎是吧？是个人就能拉屎是吧？这九头怪还投降了，我天！哎呀，你怎么这么容易学呢？要整二级魔法塔，现在必须得整二级魔法塔啊！食人魔。食人魔，食人魔，食人魔，快快快！时间不多了，没事儿，坚守坚守，咱们有这个战争枷锁啊，没事儿，他跑不了。不过怎么能守住呢？怎么可能守住呢？没事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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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咱们现在好像是有霹雳闪电了，是吧？哦，没有，我天，我这赶紧的学，赶紧的，好好好好好，有闪电，还有退路，等着，哎，你窝里斗，哎，你把它灭掉，哎，你把它窝里斗啊，啊、哦，资源来了，资源来了，我看一下。奥利斯人不多，奥利斯人不多，我直接被秒掉。魔法元素，我来买上两个吧。得下船了，怎么得开辟第二战场？先回去学个魔法，咱们开辟第二战场。你带两个魔猿，我看就可以。来来，走走走，有种来攻城啊！我就现在把话放在这儿，有种来攻城。来，我们升级食人魔，我们升级食人魔。食人魔永远的神啊！咱魔哥赶紧的再买点。他只要攻防不是足够的高，应该没啥事啊。没事没事没事，还是有一战之力啊，没关系的。有种来攻城来！哎呀，在我的地方是为非作歹呀、啊。哎呀，谢谢你的情书啊，谢谢，为非作歹啊。他这30多个幻影魔幻法师是哪来的？我靠，自动都能赢，那没理由不赢啊。70不够伤害，把这小的打死吧。哎，来，哎呦我天，我自己也困住了。
好的，快快快，开辟新航路，快走快走，新航路的开辟，快走。今天咱们升级这个大雕。半兽人被他幻影射手直接秒掉了，不是幻影射手，魔幻法师啊！唉，这里就看出决策的重要性了，快点去把这钢人先打掉。哎呀，雷鸟伤害还是没有太高。来，盗贼，就决定是你啦！你在下面直接送吧。哎呀，这送的有点太过了啊！天，来嗜血，你说你给个子龙，它不香吗？去到10个，来秒，哎，还没秒掉。哎呀，被他还手直接干掉一个，没事，咱18房应该没事。哎呀，给我通死一个！我天，啊，半兽人全军覆没。哎呀，没个圣杯，你给个圣杯他不好吗？来瓦解射线。这里面守卫够呛，能打得过的。哦，那赢了还行，先把这个干掉。雷鸟说什么得大损，哎呦，我的天呐！哎呀，就是累了，毁灭吧，自动吧。进攻进攻！哎呀，吐气吐气吐气！现在好歹厉害点啦！你只要别直接过来攻城啊，咱都好说。我们还有希望，没事儿。哦，没来没来，没来。要来要来，他到底来没来？他要来，再又来一个。这边是死路啊，赶紧走走走。都被炭了，这边还有个蓝炉，蓝炉。要这边他在打着，哇，这边人不少，这边人不少。我看从哪边跑，这边还有点东西啊，过去捡一捡吧。过去捡一下吧。回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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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现在咱提升属性了。你来咱就全同归于尽，咱就全军覆没，大不了嘛，是吧？哎呦！
好，没工程，哎，我谢谢你，这个雕你给我留着，你别自己打了。咱们已经错过了这航海大发现了，不要着陆，不要着陆。哇，好多人，哇，好多人，直接逃跑吧，我看直接撤，直接和他换家吧。这破城不守也罢。走，哦，从这边来的，有印象了啊。哎呦，这个龙穴我也打不下来呀。好，应该不会去追我啊。好的，我偷你的城。兵不要紧，只要咱英雄这个战斗力够强就可以。哇，你看这，哎呦！这边应该是有个城啊，他老家，这奥利斯直接灭掉，怎么还死这么多人？哎呦，世界的尽头是地下是吧？赶紧的打，这个城打不下来就彻底没咒念了。哎呀，你让我能偷不行吗？这个城，你给我找个能偷的城来啊！撤退，撤退！哇，直接瑞斯卡可以啊，应该是没有时空之门啊，他一点也不着急，你看。没事了，咱黑龙末日可以和他一战。没事，咱们希望他有末日审判啊。黑龙末日战他不过吗？好，没买兵啊，赶紧的打啊！哎呀，先把这狮子，还秒不掉，哎呦！然后这会儿没爆士气，哦，他爆了，没爆运气。啊，我盗贼！来。电死砸！啊，好，魔法一般啊，来看看，啊，我收回我之前那句话啊，这很好啊，很好，这怎么能一般呢，是吧？哎呀，这也是唯一的慰藉了啊！来，轻装简从吧。哎，算了，都带着，都带着。万一是吧？我是说万一啊，全军覆没了，咱进退都有办法。买个小弟，米利安的出来上班。哦，在这里啊，魔幻之谷在这儿啊。
天战哦，这么多魔幻法师啊！哎呦，这魔幻老家是吧？太多了，我天！这还有个龙穴啊，我天！哎呦，咱们要是这个兵多一点，直接投降，哎呦，很好的事情。这个城没救了，这没救了，没救了，没救了。行了，海路都被封死了啊！朝这边跑。给你好了，哎，看碰碰运气，长角恶鬼先买上买上，他终归是点兵啊。来，什么任务？15防御，5知识，给我5知识哦，我加一点防御就行了，我找个地方加一点防御。我看从哪里能加防御啊？这打了应该是里面有守卫，先把它灭掉。里面肯定是有不少的守卫。哎，再来个国会吧。本来有国会，现在没了。千万别靠岸啊，我兄弟！啊、哦，农民算了，不买了。行了，你的任务完成啦。多少人？嗨，还是那些人啊。这个宝箱是加经验的，所以说咱们必须得整整它。325。140还秒不掉，那必须得秒他，先把他秒了。哎呀，蛊惑不了啊！325，现在行了是吧？还是不行。哎呦，你混蛋吗？你是啊，能控他什么用吗？我天！哎，比蒙本就不是我的主力，先这样吧。还得靠咱模子哥。你这士气这么高，正常吗？2363。2363。自动死多少人来着？他初级土系，你怎么用这个转世重生啊？我说啊。哎呦，魔幻法师还攒不少了呢啊！咱们先交任务。哟，哎呦，我操，大量僧侣，算了，不触这眉头。来，一团之门。我的眼睛。哎呦，他这个好，你只要别突然想起来我要回家就好。哎呀，这干大妈还活着，能活？哇，加12力量，好大！我靠，厉害，厉不厉害？这才叫高手，750点的霹雳闪电，害不害怕？750点。
那买个英雄，拜师。哦，我说敌人的属性咋这么高啊？都是完成的任务干成的，咱们被迫来这里也不是啥坏事啊。哎呀，火叔啊，这个好像是真没有末日审判。咱现在缺个雷鸣爆弹啊，咱们现在会的话，他来这些人也不是对手。咱们还有干扰术啊，和他对波的话，咱不需要。咱们还有转世重生，咱们现在得赶紧。哎呀，别来啊！你最好人不多啊，我告诉你。回城回城回城，这个能守住，这个能守住。来个漩涡，来来来，那这个人是完全能守住啊，放心好了。这个人是完全能守住，哎呦，咱们战车枷锁装上啊，装着可以。龙不买了，宝贵的资源，咱们买几个牛哥啊，我给大家守一守，你看一下啊，这个完全能守住，我就怕他不来攻城。分队魔幻的属实是你不能说是云玩家，也只能说是没有搞懂这个魔幻法师的运作机理啊。他你无论多少个都只释放一次技能啊，你分成两队他也活不了几个回合啊，所以说没啥用啊。哎，你看这才是有深度的弹幕啊，先存个档。深度啊！我怎么感觉有的一打？赌一把，赌一把，出个连锁闪电或者流星火雨啊，赌一把。好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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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你。来吧，哟呵，输了不行，我看你什么水平啊？你什么档次啊？你这点属性，我天，哎呦，我1100点的伤害啊！我天，我先炸你，来，操！多少人呀？你不知道你自己几斤几两是吧？啊，魔幻法师阵亡了，没事没事，他魔法不行，啊，没事，我从你开始炸，哎，这不还35个吗？真是，你又跑不了，我告诉你，我先杀你祭旗，我告诉你，哟，这边来个玉器奇术啊，小伙子真不傻，失眠，失眠，我天呐，来来炸炸，好的，来秒他。走走走，来，不就30个？你能什么能？过来！干嘛呢？干嘛呢？哎呦呦，开始不要脸了啊！有个人不要脸啊！你在欺负我？没有这个什么东西啊！我告诉你，我过来，这是干什么？你这是？来扔旱冰！哦，他本质上还是他自己人啊！天。啊！NTR 牛头，再见牛头。哇，装备不少，他本来也有战争枷锁啊，他本来也跑不了。哇，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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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结束，毕业，已经毕业。这降他士气的，然后
哎，这个好用，这个降他力量。然后没有什么东西了，水灵球带一个，这样，哎，可以可以。哎呀，听说你西丽卡也是一个悍将啊，咱们出来上班。哇，15级这敌方主力啊，有外交，敌方主力，就是这技能，我是一个也不想要啊！这什么呀？不是大家来看看，大家来看看啊！这技能啊，我说你啊，就是一坨屎，我也就着咽下去。他就是一坨大便，我也要咽下去。这什么玩意儿啊！我天。这个要塞老爷，我看人不少。这个要塞老爷，我看多少人？这个要塞老爷，我怎么觉得人不少呢？嘿，哼，哼，哼，哎呀，不过是一群小虾米而已。你一天来不了，我先把这桥梁怪消灭掉。哎呀，没有减速啊！来电，好来。电，来过来打我吧。我好，幻影神弓马上了，马上幻影神弓了啊！可以，可以的，可以的。他的这个主力在我眼里只是弟弟，真的只是弟弟，这个人完全不是我的对手。主要是这个应该是留给这个电脑的，结果咱来早了啊。这个加这个力量这么变态的一个任务被咱完成了啊！我想反攻大陆了啊！我现在真的想反攻了。哼，哎呀！这个龙我看能可以搞定。哎，他有金龙，我天！哎呦，我兄弟，你怎么来？哪来的金龙啊？我天，走，来吧！不行，这砸就砸自己了，那也得扔啊！啊，死就死吧。哎，主要是换了个高图啊，超赚！不讲武德，来！不讲武德，反攻大陆就是兵不够啊，别的都还充足。现在应该没有禁魔法的，应该是没有。走啦，走啦，走啦，看啦，走啦。嗯，第二位受害者登场。第二位受害者登场，哇，有圣龙，我天，挑好强啊，我天。不对呀，没蓝了，我天！哦，我想起来了，没蓝了，我天！没蓝了啊，他来的好是真是时候啊！你他妈来的真是时候！
来的真是时候啊！我看看啊，775，这个885，光扔这个的话，能不能搞定啊？差不多，差不多，差不多。此城可守，这个城可以守。此城可守也。笑话。哦，是这样啊。明白了。这都无效是吧？明白了，明白了哈。你早说呀，是吧？弄这么不愉快是吧？你早说呀，真是。哎，不是，不对，不对，仗还没打，仗还没打。哎呀，咱主要是学的召唤水元素啊，它有召唤土元素，何至于此啊？哎呀，没宝石，这个宝石的没了。哎，怎么这会儿兵不一样啊？上一次没这幻影射手啊？时间线出现变动吗？看这魔法怎么个放法？哎呦，他有圣龙，咱也没法用这个投降大法。我现在需要一个雷鸣爆弹啊。这城守不住啊！这城守不住啊！这个也没得打啊，又得流浪了是吧？又得这个流浪地球了是吧？试一试吧，拼一下吧，只能依托这里拼一下了。拼一下了，手铐摘不摘的没啥用啊，反正是守城，输了就死了，输了就不白想活着。没事，咱蓝也不少，咱们直接拿了招元素，咱们拖死他。来攻城吧。光速去世，这个无效，闪电也无效，那就亡灵杀手呗。这里仨，应该一回合秒不掉咱这黑龙啊。咱们先来个亡灵杀手，哎，士气也低落啊，来。不讲武德哦，行，真行。哎，这龙很关键。哎呦，还有巨灵，小伙子行，小伙子可以，再不讲武德，开始。哎呀，他是召唤土元素，这一下招100多个啊，他不至于打成这个烂样，我天啊！你怎么非得学这个招水呢？我天啊！再不讲武德，行，黑龙防御吧。
哇，他蓝好多，他耗不过他。不要脸了，开始不要脸了。不要脸了，不要脸的东西啊！别再聚灵了，我说你这个智障，340伤害不够看呀！冰弹，冰弹，他人不多了啊，他人不多了啊，人不多，这100多个没事儿，咱们来弄掉，用箭塔射他，他来不及，他复活不了这么快，他复活不了这么快。蓝不大够了，我天，蓝不是很够了，咱们还得留出这些蓝来整这个。闪电它禁止，哇，这个老狗逼太多蓝了，老狗逼，我天，他来的太是时候了，他晚来一天他就没法办了，他真会找时间来呀，我。哎，他真会找时间来呀！我，但那魔法耗不过他，那只能逃跑了，没办法了，只能跑了，打不过。你这复活，他又复活，你这咋办嘛？你这个龙揍不死，咱现在招一次这个水元素，没用啊，没用了，这 game over 了。防御吧，你这直接复活，你这，哎呀，和他对冲，和他风险对冲。哎，他秒掉，还剩13个，还秒不掉他。哎，游戏游戏。有个毛的戏呀、啊！我天，没蓝了，没蓝了，完了！他有智力啊，这老狗逼有智力啊，这老狗有智力啊！啊，等等等等等等，不这样是吧？等等等等，帽子没戴，帽子没戴啊，帽子没戴啊！我天呐，感谢提醒啊，帽子没戴啊！要把那帽子戴上，说不定行啊！啊，帽子没戴啊，搞不来那宝石啊！哎呦，他召唤水元素太 low 了，他哪怕是召唤气元素，咱们也能招100多个，也有的打。哎呀，这样还多点蓝。伤害够了，咱们穿这个，咱们200蓝，200蓝够用吗？咱们建个宝物商店看一下，啊，都被买光了，那还整个毛线啊呢？哎，这个食人魔还是凑数的呢。市场卖不来呀，他你弄不来10个宝石啊！你看这10个换一个，你咋办嘛？换不来呀！静待死亡吧，我看这边有没有兵，有也没用啊，有被他一个闪电全部搞定。哎呀，哎，等他来吧。啊，帽子又没换，我天！啊，宝物卖了换宝石啊！行行行，谢谢诸位，谢谢诸位啊！咱搏一下，搏一搏，搏一搏。
好，咱们先换帽子，咱们卖宝物换那个啥，换来，对，宝物商店，来，咱们看卖啊，咱们把它没用的卖了，战争枷锁的卖一个，这个没用卖一个，这个留着，这个卖了。这个望远镜卖了，这个卖了，我看多少了？七个，咱们再卖一个吧。这个没用，把它卖了。幸运鸟卖了，好，咱们博个土元素啊，或者雷鸣爆弹都可以啊，博一把。哎呦，我天哪！你这是，啊，我吃屎了！我天哪，我吃狗屎啊！我天，我今天吃屎了！我告诉你，吃狗屎了。还是换了厉害点啊！这个东西比这个水元素厉害一点，厉害一丢丢啊！我吃狗屎了，我天！直接来吧，独当也是这个，这会儿没这个幻影射手，独当没用啊，他该研发啥还是啥。它不能加成这个水元素啊！今天咱们再赌一个，咱们赌一个这个流星火雨吧，行吗？咱们换这个宝物，通通换掉。水灵球没用了，换掉吧，换了。来，转世重生魔法换了，所以这个龙眼戒现在三个，龙眼戒换了。都换了，算了，这个也不要了。骷髅罐我看六个，还差两个，换了，这个没用，换了。我差三个水银，我靠，还得换啊！要不没钱整黑龙啦？对呀，咱们必须得整黑龙啊！啊，么这倒不要紧，黑龙倒没事啊，咱们分七队，他秒不掉的。那再换吧，那幻影神弓我也不要了。好，来了，火雨来了，火雨来了，黑龙不买了，那试试不买行不行？然后分七队，来吧。哦呦，你这这真的老狗啊！我操，老狗逼啊！你直接这御土奇术啊！老狗逼啊！直接套那个御招火元素，哎，还来了个加速啊！可以啊！他知道我有流星火雨，提前就套了一个那个。这个御土奇术啊，你这咋整嘛？咱还不吃嗜血素，咋不吃？砸！电反击，把他黑龙秒掉。哎，还烧了自己的。还多少个？
43个，那再来。哎，这个运气爆的好。干嘛呢？哦呦，好，正好秒掉，还没秒掉，差点，不能给他机会了，让箭塔一轮直接射掉，直接射死。哎呦，还有，好了，没机会了，没机会了，结束，结束。380秒不掉，闪电秒不掉，这个670也秒不掉，火雨能不能秒掉？我还剩六个，你这恶心吧？哎，又复活，完有完没完？死了吧啊！搞定。啊、哦、啊，不对不对。我忘了那事儿了啊！重打重打，重打重打，我忘了重生了，我天！来骗个反击啊！这会儿圣杯，哎呦我靠！你厉害啊，你给了个圣杯啊，我谢谢你啊。好的好的好的啊。行。行啊。就看他扎不扎堆了啊。扎堆咱们一个流星雨直接全秒。要不等下几个，22个，不安全的，再来一组。先把这两个龙处理掉。哎，还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只能用冰弹砸了。哎呀，不能耗，好的耗不起了。先复活个食人魔啊，食人魔血比较多。哎呦，380能秒。好了，再吃个箭塔，应该就全军覆没了，搞定。哎呦，我天哪，极限啊，我天！极限，我天哪，我不敢相信啊！这是诸位的功劳啊！好了，一切好起来了啊！啊，回本了，回本了！哎呀，装备甚至还是又来了批新的。好了，今天直播到此结束啊！